然后我已经从上面下来了，把那个藿香正气水放到冰箱的冷藏了啊。看我这个拿的是什么，买的大西瓜啊，然后给他们吃一下啊。这个在冰箱里昨天晚上放到现在啊，然后可以吃了啊，还是比较爽的啊。今天一次给他们降温降到底啊，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啊。今天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西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这个是不是我切的啊，是人家卖的时候切了一半啊，买回来了一半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切开给他们吃一下啊，这个还是有点冰镇的，还不错。然后现在西瓜已经切开了啊，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。这个西瓜看着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好吃啊，我都忍不住想来一口了啊，但是这个是给毛孩子们买的啊，我就不吃了啊。然后之前粉丝说我给他们这个怎么讲呢，太大块了啊，今天给他们切小一点啊，切小一点给他们吃吧，就是这样。我这个比较费功夫了啊，要掰一下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给他们搞出来了，看到没，满满的一大盆啊，这个西瓜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是怎么搞出来的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痕迹啊，是怎么搞的就是这样，用手啊，走好吃的，用手一个一个掰给他们的啊，掰出来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冰镇大西瓜吃了不想家，对不对？不想你妈妈，是不是啊？要不要吃，要不要吃，吃过没啊？上次吃但是吃的有点勉强啊，这一次给你们怼开呀、啊！我扶着啊，都做好才能吃啊，看一下能不能吃得来。哎，好像给他们弄碎一点啊，他们都可以吃得来呀、啊，好像是这样啊。哎，这小花这个狗比较挑剔啊，它好像不喜欢吃西瓜还是咋的？啊，小花，你是团结友爱还是咋的？哎，好，去吃去吧，笨笨坐下。坐好笨笨，坐好，吃冰镇大西瓜了啊。好，哎呀，吃一个给大家看看啊。你吃完了，小伙儿烤的酱你有没吃，你放哪里头了？给你给那卖的冰镇大西瓜甜得很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在播的时候对吧，我说我没吃大家不相信啊，但是我确实咬了一口啊，就看这个味道好吃不好吃，确实还行啊，这个味道，吃吧。看他们吃的不是说很对吧，不是很热情啊，可能这个西瓜这个东西他们是需要慢慢去品尝它的味道啊，吃这个凉爽的味道啊，就是这样。我靠，快倒完了，这回蓉还要漏上来的我得掐回去点呀，这西瓜汁都倒给恁了。好了，这漏上了，恁吃吧。哎呀，吃吧。恁俩干啥？恁俩不吃，给我这儿转溜啥转溜？是不是笨笨？笨笨给大家吃一个，看笨笨咋吃的。咦，笨笨说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的，你那问啥的呀？啊，想吃一口嘞？看笨笨，吃吧。吃吧，好吃啊。你俩在这干啥嘞？我郁闷了。你俩在这干啥？你俩围着我干啥嘞？啊？这小伙一直搁那问我的腿这儿，那我这腿这儿是刚才那小白搁这扒了扒，有没有别的狗搁这扒？你说问啥？问你这货也是搁这问来问去的，啊？都想给我来一口嘞，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就人家笨笨身儿专心干饭呢，是不是？吃吧，你吃不少了，笨笨，吃吧。上次那个西瓜啊，给他们也是吃到傍晚啊，就是吃到晚上他们才吃完嘛。第二天我看到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虽然他们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是很兴奋的那种状态啊，吃西瓜。但是还是能吃完啊，不是不吃啊，可能就是吃的慢一点。特别是我后面这俩狗，他俩好像就
可能有田犬的这个基因或者啥吧，他们可能吃东西就比较挑剔一点啊。笨笨还好一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剩下的这些就给楼上的毛孩子给他拿上去吧啊，也不算是，对吧？不算是不喜欢吃吧，只能说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我也搞不明白他们的口感是怎么样的，就是这样啊，给楼上拿上去，这个给楼上的，这个不老少了啊，这个、够楼上他俩吃了。三分之二的都给楼下了，就是这样。好嘞，哎呀，每回都是猫兜个瞪着我，是不是啊？给你带点好吃的，这是可是好东西啊，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哎，哈哈，猫兜跟笨笨是一样的干饭属性啊，这俩狗算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管啥，先吃再说。我给咱倒到碗里，倒到碗里，给他们倒到碗里。然后给他们都倒到了碗里面啊，让他们吃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真是把这个拿过来，那个少一点，放到那个里面。分完了啊，大西瓜分完了啊，吃吧，吃吧，毛豆，给大家看看是咋吃的，吃吧。这毛豆和这个笨笨果然是一个属性啊，哈哈，这家伙估计他也不会很热情啊，吃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毛孩子们他们的性格，他们的这个就是这样。好像这个毛豆也是有点像宠物狗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他和笨笨两个都有宠物狗的基因呢。像这个啊，像这个狗小花，还有这个谁啊，小花还有小黑，他们就是。像这个田园犬嘛，对吧，有田园犬的基因占的比较多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们吃东西可能就比较说不上来啊，和这些狗就有点不太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这狗比较狗啊，这狗比较不狗啊，就是这样，狗大诶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看那家伙吃吃这边的，吃吃那边的，就是这样。咦，你嚼屁股干啥呢？啥姿势啊？你刚才爸爸我地下小黑小孩哼问我的。啊，他说这是不是小贝的味道啊？是不是？嗯，好，你咋不吃啊？给你喝点藿香正气水，再来点冰西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舒服的不要不要的，看他吃了没有？大家觉得？啊，吃了没？这不大了吧？大家都说让我给他们剥开，我已经剥开了，还是用手剥的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吃住了！哎呦哎呦。你干啥的小贝，你搁那，大家误会了，像我不给你吃了呀，是不是？他搁那跟我玩呢，大家看到没？他在跟我玩哦，他要找我玩哦，他不喜欢吃东西哦，他喜欢玩。小贝说我好无聊啊，对不对？毛豆也不跟我玩，是不是？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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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吃吧你吃吧呀，好好好好，吃吧吃吧，哟，吃吧。真是，耶，咬，耶，咬，咬着吃。这个西瓜水特别多，大家能看得出来，而且还是比较甜的啊。这西瓜，吃吧，吃吧。今天不热，今天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这毛豆还是比较喜欢吃的，就不打扰他了，让他在这边吃吧。今天希望能够下雨，能够下大一点啊，这个雨就是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毛豆在这低头怼开呀，没毛病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下面那个零食不知道要不要给毛豆吃啊，因为那些东西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天！哎，我刚才猛地站起来，猛地头有点乏力的感觉，想晕倒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现在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。然后的话，那个零食的话，因为太硬了，不知道适不适合楼上这俩狗，怕他俩吃出问题啊。大家可以说一下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今天比较凉快啊，风扇就不开了。
我以为小贝不吃的，谁知道他在那儿也是怼开呀，我操，等到我离开了他在那儿怼开。哎，然后我现在已经从楼上下来了啊，小贝也在那儿吃开啊，我看这又是刮风又是阴天的啊，大概率天气预报的会有雨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最后的最后跟大家看看我这件衣服大家感觉怎么样，这个是昨天我去超市买完西瓜啊，然后看到这个超市这个群里搞活动啊，特价啊，秒杀19.9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一件衣服啊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，穿上去是不是和我之前那件白的一样，今年买的第一件衣服，呵呵，今年我都没买衣服啊，今年本来今年都不准备买衣服了，但是确实那件白的找不到了，又买了一件，19块多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种冰袖的会比较凉快一些嘛，对吧？像我这胖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呵呵，行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今天真舒服啊，今天，嗯。